徐巧芯他直觉想到说，哦，给我就觉得说，哦，我是什么8+9，然后觉得说我是要把它变成生鱼片还是牛排。其实我觉得这是很好笑啦。第一个就是为什么说要处理你就是8+9？我是警告徐巧芯，怎么会说黄杰是这个8+9呢？哦，其实我才比较像8+9，好不好？其实我觉得也不要，就加九其实没有贬义啦。对，8+9就是很台的意思啊。对啊，对不对？这有什么不好？很自豪是个辣台妹。对啊，我本来也很想刺青，他怕痛啊，对不对？我当8+9的勇气都没有，对不对？那如果今天黄杰说要处理你，我也很希望黄杰赶快来处理我。处理什么？歪了，这是告白吗？哎，你个大歪楼啊！你不要乱入。你们说讲话，我在讲话，我要讲重点啊。